剩下，啊，你干嘛？我在给轮子贴膜。上班的这不是几分钟下班的吗？一会儿就下班时间了呀，我就。怎么，跟我待在一起就不算下班了？算吧。不算吗？就你看，每次跟你在一起就是在工作啊，所以跟你在一起就是不算下班了。我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小意思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这搞得多不好意思啊！没事，我就是意思意思。你要是这个意思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想的哪个意思啊？你这个什么口味的？好喝吗？我想你尝一下。可是我喝过了。没事儿，我。不嫌弃。你是想尝一下奶茶？我想尝一下你的奶茶。想得美。上次约你为什么不出来？我长得很像坏人吗？那这次为什么主动约我出来？那我是不是应该害怕？现在回去。我现在走，你舍得吗？说你这么漂亮，到处去钓鱼，不怕被坏人追走吗？那要看谁去。如果是我，放心，不会准时回家的。准时是几点？9点。是晚上9点还是？